混蛋，你先拍我，我告诉你报官。就他的车挡着我车不让我走，然后他就拿着手机拍我，等电话你等着吧啊。我还真告诉你啊，懂什么叫使馆车吗？懂吗？啊，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？交警警察都到了，正在处理这个违停问题啊，刚才我报的警。我是于琦，现任亚太工程合作组秘书长，我向大家做出深刻的检讨，是以最深刻的歉意，我真诚接受各方对我的批评，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。追新闻 YouTube 会籍开咗啦，欢迎加入会员撑起追新闻，多谢大家支持。